哦，我们在和顺古镇啊，刚才走路的时候发现一个聊 A 的牌照，我们就上去和人聊天了。然后一问的，其实人还不是说辽宁沈阳的，而是说这个车的牌照是在辽宁沈阳上的。后来我发现，哎，除了房车边上还有一个还是他们的。然后我就问了阿姨，阿姨说这个是他们在这个拖挂着的，是不是有点太牛了？咱们中国的中老年人真的不可小视啊。版纳啊，去版纳了啊！阿姨，我觉得你俩太牛了，因为这种形式吧，我看到有一些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玩的时间长，是这绝对是一个职业玩家了。那个玩的是，你俩是不是从年轻的时候就特没有？你看这阿姨这准备这些，整理箱。这车应该就是阿姨是这个是拖挂的对吗？对，这是拖挂。这个拖挂的。这个摆坐，那个过两天我们要上那个香里拉，啊、就把那厚点的衣服倒腾出来。啊，我们家已经把去香里拉的衣服邮回去了。真的？是的，可凉了，还是凉。我们不用邮，我们就对你车回来再放这儿，还放这儿。再像西双版纳就不用盖了。那对，阿姨，我觉得你这就是你和叔叔移动的家呀。对呀、啊。真的是基本好像都带出来了。你看阿姨还有该洗的洗。洗完了以后啊，亮亮的，太好了。放进来，把薄的倒腾出来上天上吧。是河北廊坊的。看阿姨他们还有两辆自行车，这时候啥时候用啊？阿姨就是能骑的地方就骑车了。能骑的时候就骑车呀。骑车出去买个菜呀、啊。我的天哪，这让我们这年轻人真的是值得我们学习呀、啊！太好了，这个里边就是拖挂的一些东西。阿姨，我可以看看里边不？今天有点乱。阿姨说今儿有点乱，阿姨让进，咱就进来看看。你看看，按摩椅咱都带着呢。看看还有，洗衣机，我去，洗衣机都有，还有豆油，洗衣机，我这样我踩在这儿吧，别给弄脏了啊。这还有床，你看，哎呦，音乐还放着，这个叔叔阿姨让我真的太佩服了，里边应该开着冷气呢，没有吗？阿姨，没开，那怎么这么凉快？一点不热，我开个换气扇。哦，换气扇。哦，哇，你俩把按摩椅都带出来了，车上就有哦，就装了哦，明白。阿姨，这个是淋浴间还是？卫生间，这样，太好了，很成熟了。对，之前还有一个我，这也是我看到了，这边的也是，是，车友，哎呦。阿姨，接下来你跟叔叔还要走多远？这还远了一定，我们就满处转呗。满处转，就平时就没有想家的时候。有啥想？河北叔叔问我老妈多大年龄？叔叔您猜？差不多。你们好像没我大。你哪年？五一的。比我大一岁。哎呀，我就猜你没我大吧。猜的也非常准。哎，你们真是。叔叔平时。以前也是司机呀、啊，我司机，我领导，现在是司机。哎呀，驾驶技术得相当好。当兵时候就开车的，哎呦，叔叔您这是干嘛呢？就是把那个自行车架那个摄像头啊，哦。叔叔，你这些年走了这么多地方，你说你出来旅游一个最大的一个，你要采访我？对呀、啊，最大的感受是啥呀，叔叔？要做视频是吧？啊，我本身是记者呀，我就是出品旅行内容的记者。叔叔，你最大感受是啥？走出来这么长时间，自由，自由愉快。难道在家就不自由吗？啊、咋的呢？在家里边就是婆婆妈妈的，一些烦心琐事啊，一些人来人往的，那对，特多。
这多好。这谁管谁啊？谁管谁啊？你跟我阿姨，你俩谁一开始张罗房车游的？阿姨看来就是完全是陪着你玩儿啊，玩心更大。但起初是你张罗的。这首先你得喜欢的。对。哎呀，让我爸得跟你唠了。我爸呀，这就没有你这么这个男人呢。啊，一个是好动，好动。二一个呢，这个年轻的时候拼搏一辈子，真是咱们自己放肆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你管谁呀？是的，是的。那对，儿女管不了你一辈子。是，叔叔，这两台车，这不得个七八十万呢？不止。不止了，完了。我这一台车一百多，那个是三十。啊，这个是德国宾士顿的。对。你看，这我这一看，我这不用房车呀，我不知道价格呀，这一个房车就一百多万。你也是对车有兴趣。哟，这不是滚筒洗衣机吗？刚洗完的衣服。一个车一个，哈哈哈，一个车一个。有时候这车我们不开了，还有一个那个。那你这属于什么？一个那个美国那个雇员。勤快人。再一个。叔叔退休之前是从部队退休来的吗？还是？部队转业。部队转业了。转业完了。是干部转业的吗？是，俩一块都是去那个飞来寺。去飞来寺呀？啊。看那什么，就是那个雷击雪山啊，行，要能进到雨崩村也行，雨崩村倒是也是，这不准备去吗？啊，然后你去找那个阿青布大哥，他是村长。哦、啊，我们阿青布大哥，对，因为他这次问我要不要进到雨崩，我说我的时间不行了，因为我们上次拍整个雨崩的现状，正好我就跟这个大哥聊。后来人家说你太会拍了，你拍的就是雨崩村的村长啊。今天好不容易停电了。是的。就一个女儿吗？阿姨是一个。也是一个孩子，我们都是。阿姨很时尚，阿姨用吸尘器都用戴森的。看她又小又轻。是的，我看到这款了。用好几年了。是的。